今天呢，先为你们传授，愿行仪轨，那之后呢，再进行灌顶，那之后，为你们传授文殊师利赞的，这个寄送文，给予你们这方面的口授传承，因为你们都会念诵文殊师利的礼赞文。往前挤一点，往前挤一点。屁股大一点的，往前挤一点。首先，先念随念三宝经。对，先是如是佛薄伽梵，彼乃如来阿罗汉正等圆满佛，薄伽梵明行足三世世间界，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世尊，如来彼乃众福德之等流，众善根不失坏，安忍善庄严。众福藏根源，向好坠事，众向花福，行径和顺，见无违逆，前性圣洁欢喜，慧威光荣，力不能屈，一切有情导师，诸菩萨父，众圣者王，前往涅槃成众智商主，妙智无量，辩才难思量，语言清净，音声和美。身貌观不厌足，身无伦比，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不杂无色，解脱痛苦，诸以善解脱，不惧诸界，防护诸界，永断诸界，解脱诸热恼贪，脱离贪爱，度越瀑布，妙智圆满，却多教说切。这里没有茶吗？我们这边，我的右手边这边只有饭，没有茶，拿茶过来吗？三昧叫确切圆顿，三昧叫阿贝圆顿，三昧，南昧叫罗德切那南巴拉明，先来供茶。夜晚上。你们先边吃，还有边吃饭边喝茶，边喝果汁。那我这边边跟你们做讲解，如同昨天所说的，前几天所说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菩提萨婆诃。最终的目的呢，是建立大菩提。这个菩提呢？光是凭，声闻和独觉称是无法获得这个大菩提的，因为光是以这个声闻独觉称，它并没有办法，断除所知障的。那光是以显教般若称的话呢，虽然以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需学习空性，具有这个诸相具身的空性空正之空正见，可这个空正见呢是初分的意识，因此也没有办法断除所知障的。所以以前的这些西藏大师假如写吧，在他的大中义宝曼论里面曾经有说到了，为了能够断除所知障，必须得学习密乘密咒金刚乘，透过这个显密互相的学习，才有办法彻底的断除烦恼障还有所知障。虽然烦恼障的部分透过显教的内容就可以彻底的断除了，可是所知障必须得借由最细微的意识观想空性才有办法，光是初分的意识思维空性证悟空性通达空性也是没有办法断除细微的所知障。所以以这种最细微的具身原始光明，让它转为道用，以瑜伽力
让它转为空正见，升起了这种不共的圣意菩提心，除此以外才能断除所知障，否则光是以这种初分的意识是没有办法的。曾经有做到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如同龙树父子所说的尤其是龙树菩萨的心子那嘎波迪龙觉，在汉地一位汉地的翻译到了印度的时候，那时候龙觉是非常老的，刚刚尊者问我说我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内容，我说我没有听过。听说龙觉到很老的时候，一位中国的和尚在印度的时候呢见到龙觉菩萨，那龙觉菩萨呢也是龙树的心子之一，那当然龙树的心子最著名的就是提婆，这是无有争议，还有佛护，还有路易祥丘，而且他也著作了密境金刚的这个解释，叫做南下里观，还有雷他南切，在雷他南切里面也说到了最细微的所知障必须要透过了见真得三相遮挡之后现起了细微光明，才有办法去断除，他们是以自己的觉受经验来去做此讲解的。那他们的老师龙树菩萨是这一生已经获得双运果位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无有争议的，是他们是以自己的觉受而来去说的。以前现在不只有大乘非佛说的这种说法以外，其实早在龙树菩萨的时候呢就有大乘非佛说的这种说法了，但是龙树菩萨还有其弟子们都有说到大乘是佛所说的，于是提出了许多的理由。在几年前我们对大乘的教法进行了交流，那于是我就讲出了我的想法。以前有这种的疑惑，认为大乘非佛说，那现在也是有这种的疑惑，大乘非佛说。可是比起西方的学者还有现在的历史学家，我觉得印度当时候的这些学者们他们应该更有经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2600年后了，可是龙树呢是导师涅槃之后的大概400-500年，那龙树来到这世间呢，那龙树菩萨哪怕是导师涅槃之后的400-500年，可是龙树呢就以时间来讲的话，就以历史来讲的话呢，比起2600年的今天，500年更为接近导师涅槃的时间嘛。更重要的是龙树菩萨是非常聪明，而且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以理由来去判断，来去安利论述的。龙树菩萨绝非是一个迷信者，绝对不是说别人说什么他的耳根很软就会听信的那种人，哪怕是佛所说的话，像佛陀他自己说了解深密经，而且从解深密经里面说到了哪一些经典
是可录言可取的，哪些经典不是录言可取的，而且解释秘经也是很多的写密的这种经典的依据，可是龙树菩萨却说了这部经典并非是录言可取的。我们可以从月生菩萨的六十正理论的解释里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龙树菩萨把这个解释秘经列为并非录言可取的经典之一。所以龙树父子等他们哪怕是佛所说的亲言说的教典经典，但是如果跟正理有所危害的话，也说到了并非录言可取。那如果佛陀说了大乘教法的话，为什么在龙树菩萨之前还有这种的疑惑呢？大乘非佛说的这种疑惑呢，有这种疑惑是不能怪你们的，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随着众生的不同的根器而去说不同的法，所以导师世尊呢是根据普遍的众生的根器而去说到了普遍的法。如果有个外道过来的话，那世尊会随着他而来去说到跟他根器相应的法。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世尊说法的时候针对普遍的根器的众生而说的一种普遍的教法，普遍可以接受的教法，以及根据这种外道婆罗门所提出的问题而去说到跟他根器相应的教法，以及业清净的人而说到了不共的这个教法。所以我平常有说到在心经里面有说到了有观世音还有舍利佛的这个问答题吗？大部分心经的词语并非是世尊所说的，世尊是入三摩定当中，就是直接来讲的话，世尊就在休息的时候嘛。那在世尊的座前有舍利佛还有观世音菩萨圣者观世音，他们两者进行问答的交流。这时候在场的这些大比丘众们他们是可以看到圣者观世音的，所以如果能够直接的亲眼看到圣者观世音的话，代表业清净了。如果业不够清净看不到圣者观世音的话，那只看到世尊在前面休息的入三摩定舍利佛自言自语而已，因为他没有讲话的对象，因为圣者观世音看不到嘛，那看不到的话变成只有舍利佛自言自语而已，不是吗？那世尊就安住在三摩地当中，那舍利佛就一直在讲自己的话，那是不是很奇怪呢？所以在宣说心经当下的当地的这些大比丘众还有人非人等，这些都可以看到业清净的情况下看到圣者观音以及舍利佛，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才有办法听到圣者观音和舍利佛两者之间的一个交流。所以世尊在宣说大乘教法的时候是针对这种业清净的众生，因为业清净的缘故所以能够看到大菩萨众，所以我们可以在大乘经典里面看到与具大菩萨众以及大比丘众等于某个地方宣说某个教法。所以从大乘教典的记载我们可以很经典，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必须要业清净的人才可以，像我们现在去灵鹫山的时候，就是般若经说法的这个灵鹫山非常小啊，连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场地还要来得小啊。那因为业清净的关系，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受到了地方的限制了，因为在业清净的当下他可以看到很广大的
或者是遍满着虚空嘛，诸菩萨众。所以从此我们也可以断定，大乘教典并非是在共同可接受的情况下而来去被接受的。那因为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最主要是根据这种世间共同的接受的这种范围下而来去做研究的，所以他们说大乘非佛说的。所以龙树菩萨的弟子，无论是他直接弟子还是间接弟子，总之是龙树的弟子，亲辩论师，不可思议的学者。中观巴大师也做如此的礼赞，说他是一个顶严的班智达。在他的这个适量论燃世论里面呢，也有说到了，大乘是佛所说的，提出了许多的理由。龙树在他的著作，还有吉天菩萨在他的著作里面呢，也有说到了。大乘的最主要的精神是以这种极为强烈的悲悯心，那以这种悲悯心想要去救护一切有情众生而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一颗心，也以这颗心摄持的情况下而去说到了六度万恨的修持。请问在这种说法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说这个大？为什么要说如此殊胜的内容并非是佛所说的呢？所以透过大乘的教典，我们可以知道说佛陀所讲的教义呢，是完全依靠理由的，而不是依靠信心的而已。所以可以让我们的佛法的教义获得更完整的诠释，而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因为佛所说的理由而已。所以那兰陀寺所流传下来的这一个传承，还有这个传承所留下来的教义，非常适合21世纪的今天，因为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讲理由，非常的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来去学习。否则的话，我们只会很单纯的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说哦，这是佛所说，我们必须得相信的话，这不是一个真正学习佛陀教义应有者的做法。所以为了使我们的佛法的教义能够获得从理上获得更完整的诠释，我们必须要依赖大乘教典，尤其是那兰陀寺的这种学习的精神。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咒称的话，那就更为圆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果位来讲的话，有分无为法的佛果位和有为法的佛果位。就以空性来讲的话，因为空义有法被禁制的缘故，所以在此有法上的空性本身也会随之获得禁制，获得清净，因此而说到了无为法的佛果位嘛。那佛有为法的佛果位是必须要依赖着因缘而有的，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事物都是依赖着因缘而有的。所以佛果位的这些有为法的功德也是依赖着因缘而产生的。像是佛陀的化身、报身、智慧法身都是有为法的，都是依赖着因缘而有的。具身缘和主因两者的聚合的情况下，才有办法产生果实的。在无上密里面呢，说到了透过心和气，极细微的心和气的论述，而来去说到了这个有为法的佛果位是如何承办，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完整的知道哦，佛成佛之道是如此。否则的话，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详细的了解佛陀的四身功德是如何承办的。所以如果要详细的了解的话，就要去学习龙树菩萨所著作的五次第论，
就讲到了圆满次第的详细内容，以及月称菩萨的对写了一个密集金刚本序的解释。在这个解释里面的第一句，月称菩萨写了这么一个偈颂文，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也说到松宝，这是讲到了第三次第化身。最后说到仁巴西吧，就第四次第光明。月称菩萨说到了这五次第，首先先想升起次第，那圆满次第呢有说到了升级雨级意级化身光明还有双运等。如果我们仔细的去阅读的话，会觉得真的里面有很深奥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从以前一直都有这种疑惑，认为大乘非佛说，那尤其是咒称的话有许多的这种疑惑，认为这个咒称呢是外道般若门教所流传下来的，并非是真正的佛教的一种修持。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阅读这些大论点，如果不学习这些大论点的话，只是很只是一味着相信这个就是大乘是佛所说的，咒称佛所说的，但是不了解这些背景的话，如果有人反驳我们，马上我们就会产生问题，就会混乱了。尤其这些历史学者反驳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不知所措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就可以反驳他们了。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大论点的一个内容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历史学家的一种反驳的话，那至少我们有自信可以去回复他们，我觉得虽然你们有你们的解读，可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等等等去做此回复。印度大论师他们著作 论点的时候，都是以三个原则来去做著作的，反他中立之中，反他薄他中立之中，反他薄，是以这种的方式呢而来去写著作论点的。所以我今天想要讲咒称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要传授咒称，所以我想要跟讲到咒称的背景。那你们喝完茶了吧？铁道车三年的老公婆女们呢？阿内几点点哦？求求，这是铁婆。当你二祖中尊诞生时，于此大地跨出七步矣。宣说于此世间，我最尊彼时尊者于您我敬礼，拥有清净尊体，殊妙胜智慧大海，犹如净须弥，免名声望显赫三世间护主正胜于您我敬礼。南无大乘佛陀，救戒备念诵天轮行，戒除尘动十九波，十九劫罗刹，真念真愿，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亚弥陀心，迦瓦盆尊萨婆诃。天宝音，他玛扎利玛美当，鸠摩斯婆诃波。第唐揭示吧，愿此福德正德普照果，调伏一切过失，远离救度众生，处理老病死，波浪激荡，痛苦轮回海。现在我们念心经，那之前有做了心经的解释，你们边回忆边念心经。超过波摩日罗耶隆耶坚顿全波当，长久生灭坚顿全。他只读书的第一次中点的扫墓，那我写下为确定那么多年定年增了牛膜羊第一次将就三八三八全部跑跑这的是望出写的别跑入读清波扫墓就把你了那么大型泼墓跌到了羊让心也那么那么大我点点上街也推这档电报写的不将就三八三八跑跑这的是望出了第一件面说日夜不忘日夜看了那些的
파르 도친보 섬무 제보 제보 되보 대치다 라보로 차 디게제 메바탕 장조 선보 선보 파보 제레스 왕주 샤레다 디보라 디게제 메소 시레보 리게봄 리게봄 칸라라 시라게 파르 도친보 섬무 제보 제보 되보 대치다 포모 응어보 대다 라냥 라싱게 동보 넘버 양다바 제수 다오 수 동보 호 동보니 소소 소레장 동보니 도마니레 장 소셰 마이노 대신도 초와 당 두셰 당 두셰 당 남몰 담바 남동보 셰르 보데다 최담제 도마니데 천예 메바 마게바 마가바 테마 테마당 제와 메바 제와 메바 카와 메바 셰르 보데다 웨노 도마니로 수메 초와 메 두셰 메 두셰 메 남바 미메 나와메 나메 제메 리메 예메 소메 다메 테메 로메 레차메 쳔메도 미게 카메바 이게 카메 이게 넘버 세베 캄게 바도 야메도 마레바 마레바 세바메 가시메 가시 세베 바도 야메도 대신도 동해와당 군종 고바당 라메 예세메 토바메 마토바 야메도 셰르 보데다웨 장조 선바남 토바메 베철 셰럽게 파르도 쳔발라 땡진 네데 셈라 디바메 베 토바메 진제로렌 진도 냥을레 타 진도 뒤솜노 넘버 10에 산제 탐제 경 셰럽게 파르도 쳔발라 땡네 라나 메바 양다보 조베 장조도 원보 산제소 데다웨 노 셰럽게 파르도 쳔베가 리바 쳔베가 라나 메 야메가 동해 탐제 랍도 셰바라 셰베가 미준베나 덴바라 셰바라 차데 셰랍제 파르도 침베가 메바 데아타 가데 가데 바라 가데 바라 삼가데 보디소 셰레보 전주 삼바 삼바 셰베 데다 셰랍제 파르도 침바 삼바 랄라바라 차 데네 좀덴데 띵예진 데레 셰데 전주 삼바 삼바 셰모 파바 제레 세왕조라 레소 셰차와치 레소 레소 리게보 데데 신노 데데 대대신대 지달 최지 덴바 대신도 셰라게 파로도 심어 삼올라 제브라 대신샤와 남장제소 이랑오 좀된 대제 대제제 가제네 세단 덴바 셰레 다데 장조 삼어 삼어 심어 파바 제레스 왕조당 탐제당 덴베 코르데다 사다미당 라마이당 티사 제베 지된 이랑대 좀된 대제 숨바 되도 파르신 마제 미가 남제 원이 소소런리 예셰주와 투숨계의 용라 차세로 求及 希求即灭生闻众 即以一切智导入极灭中诸行饶以众生者其以道之性成办世间理具足真实能人众具一切相知玄说此种种于彼生闻菩萨众诸佛之佛母我诚至敬礼 凡是因缘而生起，既无坏灭，亦无生，亦无断灭，亦无常，无所从来，亦无去，非异义，非异义，以灭息轮是灭即圆满。诸佛宣说者，于彼正是我经历。平常有，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念个17般智达祇愿文，但是今天没时间，就算了。 从西藏以前就对南瞻二圣六庄严做这个祈请文，还有礼赞文呢，而且也有绘画南瞻二圣六庄严的。 这个汤嘎的这种传统，那但是在来到印度之后，南瞻二圣六庄严里面并没有佛护等的这些大论师，也没有吉天，也没有解脱君，也没有四字贤，但是这些的著作，像是我们讲十三部大论典的话。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教典了，所以想说这些的论师应该也被列为我们礼赞还有回忆意念他们恩德的对象之一，所以于是我开始令人着手进行对于十七班智达汤嘎的绘画。 而且我们藏传佛教，我可以大胆的说，大声的说，
这个藏传佛教是纳兰陀寺的传承。有一些西方学者，他们对藏传佛教很有兴趣，也学习了藏传佛教，他们把藏传佛教取名为叫做喇嘛教，英文叫 Lamaism， 有这种不同的名称，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认为是西藏自己本土的一种由喇嘛所自创的一套教法，好像没有根据的。但实际上仔细的去思维的话，像我个人来讲，还有我们现在学习到论点的在场的这些出家人，那我有上师的名字，还有仁波切也有，通透仁波切也有，但是哪怕你有这个名称，可是通透仁波切你也得学个三四十年的经典嘛，都一样的。所以同样的，我个人也是如此，我从小也必须要背诵现光专业论，那我背诵陆中论的时候，因为陆中论的记诵文比较长，所以我觉得哈哈，天哪，要背这个好累啊，那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这些也是我小时候就必须得背诵的，所以我们背诵这个本文，像现观专论来讲的话，我们要去阅读21部印度大师他们的著作，是而且这21部般若经的这个注释，有许多的西藏大师针对此又去写了其他的著作注释。所以我们小时候被要求一定要念背诵这个本文，那如果能够的话还再去背诵这些的注释，因为我们在场有很多人可以背那个释智贤的显义论、明义论。去年我见到一些人，于是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学习大论点，他们说有，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背诵陆中论的人请举手，蛮多人举手，那我问他们说，呵呵，你们有背释智贤的明义论的话请举手，还有一些人有，那些尼姑哦，非常好，我就我跟他们说，你们比我还要好，因为我至少还没有背释智贤的明义论呢。所以我们所学习的教科书最主要就是这些的教典，那这些的教典都是来自印度大师的著作，所以我们西藏的藏传佛教的最基本的思想、根本思想完完全全都是来自纳兰陀寺的大师的著作。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自豪的说，藏传佛教都是纳兰陀寺所流传下来的传承。如果我们认知到这个事实的话，将会对这种藏传佛教所产生的疑惑或者是错误的这种理解呢，自然的就会不攻自破了。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像巴尔玛、斯里兰卡、泰国以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为主的这些传承来讲的话，当他们听到大乘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法接受，尤其讲到喇嘛教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而且我有经验，我有觉受，我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因为我们在参加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 的时候，那邀请了两位来自缅甸的比丘。那这两位缅甸的比丘希望能够见我，于是我就跟他们见个面，那我穿的法衣跟他们见面，那我们就在讲话嘛，那我们谈话的内容是，我们虽然外向的穿着会有颜色的不同，可是我们都是追随佛陀的弟子。那时候我马上想到，从他们的表情，我马上怀疑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是喇嘛教。于是我就跟他们说，虽然我们的穿着不一样，但是我们所学的都是以戒律为基础，
只是界的传承不一样，你们的传承是上座部的传承，我们的传承呢是一切有部 的传承。汉地来讲的话，就是缺送没得吧，缺送得吧，是法护的，就是大众部的传承。那但是最基本来讲的话，像四根本、四三有余等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堕罪的时候会有不同而已，或单体堕罪的时候有一些不同。我们的单体是90嘛，那巴利语系的话是92。那像二座的话，我们是112，那他们的话可能是算法会有点不一样，只有在这些少数的这些借条上会有不同的不同的排列。我想说，因为你们学生如果以后遇到不同穿不同颜色的法衣的这些僧侣们的时候，我想说说不定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了解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哪怕不同的颜色的法衣，但是你们不要排斥他们。我们一切有部有说到了，法群必须要具有七项功德，就是说不能太长，不能太短等。有说到了七项穿着的方式，但是像是男穿来讲的话，有关下衣的这个穿着就说到了一项而已，说不能穿得太高。那以一切有部来讲的话，不能超过膝盖以上，也不能低于脚踝以下，而且也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说到了七项嘛，他们只说到了必须如法而来去穿着，他们如法的穿着和我们这个七项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虽然我们在这些小细节上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像是四根本罪、十三有余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于是他们两位比丘就觉得很疑惑很纳闷，他说啊，你们也学习戒律哦，跟我们一样哦。因为他们两个觉得说所谓的喇嘛教应该是喝酒找女人的，好有显神通的。如果这个人有神通的话，给他喝酒的话他会喝，但是给他大便的话他不会吃。但是说实在有正量的话，对他来讲酒和大便都是应该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就像印度的大神通师，有人供养在天开谷里面给一个很肮脏的食物，这个大神通师不经任何的思索，无有疑惑的马上就饮用了。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人自称有神通的话，应该要这种的方式来去观察。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听他所说的，所以用一个好的这种器皿里面装满的粪便给他吃吃看，看会不会吃，要好的观察一下。如同佛所说的，比丘与智者当三观我语。他们可能认为说藏传佛教是不修戒律的，但是我这样一解释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亲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了。所以如果我们对那兰陀寺的这些大师还有他们的著作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的话，我相信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的这些的修行者他们绝对也会认同我们的。有位泰国的比丘非常的不可思议，叫布达达萨，他在讲法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和殊胜。所谓的庄严殊胜的意思是说，它只是在一个森林里面，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一些大树而已，那它的法座就是一个大石头，就是平平的一个大石头，他就坐在这上面，而来去为大众传法。他对大乘的教法是有兴趣的，而且他时常会去跟一些中国的大师们进行交流，所以他对唯识派的见解很有兴趣。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好好的跟南传佛教徒做解释，说哦，我们的藏传佛教是来自那兰陀寺，是那兰陀寺的传承，这样去解说的话，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内部来讲的话，首先先是涅玛派，之后就噶举、萨迦，还有噶当新派，就是给路派、久囊等这些的不同的不同点，最终都是来自于那兰陀寺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那兰陀寺的话，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都是依据同一位老师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本末倒置的忘掉根本，而去只在意枝末，好像会有很大的分歧。我们讲到沙迦派、尼玛派、噶举派，因为它随着帽子颜色的不同，所以我们有说到了黄帽派、红帽派和白帽派等等，就随着帽子不同而去说到了不同的派别。这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有位认识的朋友，那他请我跟我说法，他说他要穿什么帽子的，他要穿什么颜色的帽子。于是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戴什么任何的帽子了。我们真正的导师是世尊老师阿牟尼佛，他也没有帽子啊。说不定你们会认为说世尊有顶髻有肉髻，所以他不需要帽子。龙树菩萨的顶上还有那个龙在上面为顶不做庄严，所以他不需要帽子。但是其他的南瞻二圣六庄严都有帽子，你们可能会这样反驳，因为自己想要戴帽子，所以会找借口。你们学生们，你们要知道这个背景，我们是那兰陀寺所留下来的传承。像尼玛派来讲的话，莲花生大师，像尼玛派的这些大教典，就是中观庄严论，这是非常重要的部论点。这个是极护论师所著作的，还有戒律的传承也是来自于极护论师的传承，所以是那兰陀寺的顶言啊，那兰陀寺的学者里面的顶言。像是噶举派来讲的话是拿罗巴，拿罗巴也是那兰陀寺的学者，也是追随龙树父子的弟子。像萨迦派来讲的话，比波瓦，那他安住在那兰陀寺的时候，医治了法后论师。那以噶当派来讲的话，就是阿底峡，也是那兰陀寺的学者之一，追随着月称论师的弟子。所以藏传的这些教派最主要都是来自于印度那兰陀寺的这些大师的著作。就是那兰陀寺的这些葛歇拉的著作，所以才有了这些不同的教派的大论点为依据。那由此为显教的这个共同的基础之后，再来去跟随着不同的神通师，而就说到了不同的这种咒称的一种说法，不同的咒称的这个传承。但是最主要的根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那兰陀寺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个根源的话，我们大家才有办法缩近之间的一个距离啊，
否则的话，我们会随着颜色的，不同帽子的这种颜色，然后去做区别。那这样的话呢，非常的不好。几年前我遇到一个人，他留着长头发，但是呢却穿着僧服，我非常的不高兴。我说，如果你是出家人的话，你就要剪头发；如果你是居士的话，你就不应该穿僧服。我觉得这些很讨厌呢，不是出家人干嘛要穿出家衣服？看似出家人又不是出家人，白天的时候是出家人，我想他们晚上的时候就穿居士服了，这样的话非常不好。如果是居士的话就居士，干干净净的居士像，不是出家人就不应该穿出家服吗？以前几乎论师在的时候呢，在三叶寺有所谓的白衣居士周，干干净净的，只要是居士的话，哪怕是学佛都没关系。所以在三叶寺里面有一个叫白衣居士周，要不然的话看起来是出家人，但是又穿着出家的衣服，但是又带着女孩子走，这种现象是非常不好，败坏佛教的一种现象。在印度里面，有知识的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们，一听到纳兰陀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到非常自傲的，因为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一所大学。当我们知道说是来自于纳兰陀寺的一个传承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非常的自傲的，来去感恩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你们不这么觉得吗？还是你们觉得我在这边胡说八道？所以现在先不用读十七班智达的这个祈愿文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但是希望你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每次在念诵的时候知道这样一个背景来去念诵，我以前也这么说，对于藏传佛法不认识的人，如果他们问藏传佛法是什么的话，你们可以这么回：佛教说的是无害行还有缘起见，这是我以前是这么说的。行为是无害行，知见呢是缘起见，不损害行，无害行并非说是我害他人的话我会造业，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说害他人的话我将来不会快乐，我会痛苦。但是如果我帮他人的话，我以慈悲心爱心帮助他人的话，我将来会获得快乐。因为是以自己的这种意乐，善的这种意乐和动机去帮助他人的缘故，因果丝毫不爽，因为缘起的关系，所以将来会获得安乐。而不是说佛说了不能伤害他人，所以我不伤害他人，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透过理由，因为自己要快乐，不想要痛苦，因此我更不应该去伤害他人，因此我更应该以爱心去帮助他人。为了什么呢？因为我要快乐，我不要痛苦。那这一种无害行的根据是缘起见的缘故。那至于如果有人问说不害行还有缘起见的根本还有它的依据是来自于哪里呢，你就可以回答说是纳兰陀寺的这些大师们的著作了，像是龙树父子、无着兄弟，尤其是陈那法称的这些适量论，就因明学的量学论。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要怎么回哦。如果有人问说藏传佛教是什么的话，你们至少要做到能够回答上述的内容。我们有一些老干部，他们真的是很有责任感，而且我听到他们的一些故事。有一次在那个瑞士在一个会议当中，他已经去世了，那于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就是
说到了藏传佛教，有无碍行，还有缘起见。于是他讲着讲着，后来他可能又怀疑说："哎，奇怪，这个根据来自于哪里？"所以你们要知道怎么回啊。那缘起见是什么？就是如同之前所说的，互相依赖、关待而有的。因此，我有时候会这么说，不害行对世界整体的利益是有帮助的。缘起见是跟科学是有关的。科学家他们很喜欢这个缘起见，因为依赖着因缘而有，依赖着支分和方分所施设而安立的。科学家他们马上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像我昨天前天所说的Paul Ekman， 他是一位科学家。那我有一次就问他说："你们在科学的这种思想里面有没有所谓的缘起的思想？"他说："没有，过去没有。但是有一阵子，这个缘起见呢，在科学的思想里面一直想要进来，列为把它挤进来，让自己成为科学的思想之一。"那最终他在科学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很稳定的位置了。他半开玩笑的跟我说，他有一个不共的经验，在达萨第一次举行科学交流会议的时候，他有来，那之后再见他一次，那他跟我说，我产生了不共的这种经验。他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没办法用科学去解说这种的经验。以前他小时候，他爸爸会一直打他骂他吗？因此，他很容易生气。他的太太也这么说，他的女儿也这么说，我的爸爸脾气不好，我的丈夫脾气不好。但是第一次来到了这个会议，我们大家见了面，互相的交流。那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呢，大概在七个月内，他都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后来我就问他的太太，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的丈夫真的是这样吗？他说，奇怪，我的先生平常很容易发脾气的，但是从达姆萨拉回来之后，居然好一阵子都不会发脾气了。真的心会受到改变的影响而去改变的思想而去改变的思想的教育而去改变的。所以改变之后结果呢，他们更高兴，他个人来讲的话更高兴，他家人也高兴，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佛教的行为就是不害行，不害行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缘起见。所以无害行 Ahimsa 是一个在印度普遍的一个善行，但是善和恶最主要是由动机来去做决定的。所以从动机和意乐上尊重他人，帮助他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害行的根本呢。所以如果有人问什么是藏传佛教的话，你们必须要回答上述的这种内容，你们至少要做到。还有对纳兰陀寺大师的这些著作，所以有些人正在做这方面那个编辑，将纳兰陀寺这些大论师的著作编辑为一块。所以你如果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列印的话，你们要去阅读这方面的一个资料。那慢慢的将这一些的语言翻成了不同的语言。龙树菩萨的许多著作已经翻译到中文了。所以现在
为你们传授啊，观音灌顶。圣者观音是三世诸佛悲心的象征，或悲心的所化。所谓诸佛皆为赞叹，也就是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是由什么因缘而来去成佛的呢？是大悲心。因此《四量论》里面有说到了这样一个偈颂文，同样的月称菩萨也是这么说过。月称菩萨在写《陆中论》的时候，一开始对他的礼赞文的这一个对象，并非是像普遍所说的对佛的礼赞或对三宝礼赞，而是对大悲心做礼赞。那其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大悲心在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初中后三者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而去礼赞了大悲心的。如同我之前所说的，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为因素所产生的灾难，最主要是因为悲心不够的关系，因为太重视自己了，所以我去轻视了他人，不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着想嘛，所以想要去为了，只要为了自己好，别人丧失生命都无所谓。不只是人，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爱他的话他就爱你，你打他的话他就不喜欢吗？只要是具有感受的生命体，除非是很细小的这种虫类，大部分呢都可以感受到爱和被爱的，而且会直接的给内心温暖的。从我们出生一直到现在，都是在爱和被爱的环境下成长的，所以爱和被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快乐而言。所以透过了不只是一世，生生世世一劫再一劫来去串习悲悯心，才有办法产生佛陀的大悲啊。佛陀立众是以自己的经验来去为众生们说法，而去说到了悲心的重要。一般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说到了慈悲，可是佛教是以大悲为根本，这是有它的特别的用意的。因此在咒称里面有说到了本尊瑜伽的观修，所以随着诸佛的悲心所化现，因为导师在为弟子传法的时候，最主要是以悲心为根本而来去建立的这一个教法，为弟子所传授的嘛。为能利一切有情众生，因此而去成就无上菩提，所以无论是自续或者是他续上的这种痛苦和痛苦的种子，一切都得断除，还有痛苦的习气都得断除，因此而去强调了悲悯心的重要。那由悲心来去辅助智慧，才有办法断除一切的痛苦和痛苦所留下来的这个习气。所以由悲心所化现的观世音，由智慧所化现的文殊师利。所以作为修行者要去修学悲悯心还有修学智慧的话，观修、观世音还有文殊是很重要的，因为有这种不共的法缘、不共的业缘的关系。
经上又说到了去除三界之暗火，就是礼敬文殊是立尊嘛，所以去除世间的这种黑暗的聚火或者是光明的文殊师利，而说到了修学文殊师利能够增长智慧。那今天我们在此为了能够增长悲心而去传授观世音甚至观音，那了知了上述所说的一个内容之后，那今天要接受的呢圣者观音的灌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升起悲悯，那怎么样去修呢？那在此我们以空性身为了观音，那加上了六字大明咒的持咒 Om Mani Padme Hum， 满音代表菩提心， Padme 代表智慧， Hum 代表无二， Om 是生与意三者所施设的我，那菩提心就是满音， Padme 智慧，Hum 说到了智慧和悲心两者无二的观修。那当然有其他的不同的解释，说到了六道等等，根据六道而去说到了六个种子字的一个不同的解读。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上面的这个解读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利益的，所以我想要以这种方式跟你们解说。那自己升起了本尊，那而来去祈祷本尊之后呢，而来去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那因为本尊有些是需要就是明显的显象的观修以及佛满的观修，那明显这种显象的观修呢，就是从空性当中转为观世音这个很明显的观想，那在空性当中做此观想的缘故而去观想佛满你们要知道上述所说的内容之后呢，来去接受灌顶。如果要真的获得名副其实的水洗的话，是必须要接受灌顶的。所以光是水洗的，如果没有接受灌顶的话，是不会获得名副其实的水洗的。因为名副其实的水洗是要让你自己允许自身本尊的。如果没有接受灌顶的话，最多最多只能把本尊观想在顶部而已，不能自身本尊。所以不会获得名副其实的水洗的。
补充的部分是，今天尊者不只传授灌顶以外，还会传授文殊赞的口诵。这文殊赞如果你们有的话，现在也可以去找一下。那个文殊赞呢，叫做锦鲤上师与护主之尊妙吉祥，师之智慧离恶障云如日清净及明朗，如实观见净所有意，故持金函于胸前的这一个文殊赞。我们叫康罗吗？藏文叫康罗吗？就文殊赞。我再重复念一次的话，思之智慧离恶障云如日极静极明朗，如实观见净所有意，故持金函于胸前的这个文殊赞。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去上网找一下，或者是可以把这本文殊赞摆在前面。为了能够承办本尊于伽，所以说到了传授灌顶或者是随许，这一切呢都在升起本尊于伽的基础下才有办法为弟子们传授的。这一般讲解的话是不需要升起本尊的，但是灌顶还有随许都是自身本尊之后，上师本身自身本尊之后来去传授。而且上师不知道自身本尊以外，还要承办这个曼陀罗无量功。而且还要接受菩萨戒，接受金刚乘戒。那因为上师本身具有别解脱戒了嘛，而在自我接受菩萨戒还有金刚乘戒，所以具有三戒体的这个上师为你们传授这个灌顶。所以上师今天早上在无量宫前做了供养和礼敬之后，自我接受了菩萨戒了。那因为传授灌顶是以宝瓶来去传授的，所以宝瓶就是对方的宝瓶也升起了能依所依的无量能依所依的这个曼陀罗。而且自我接受了灌顶，这些上师要做的前行都已经圆满了。那观想弟子们在东门的坛城东门的前面，做淋浴，洗净自己，做此观想。而且在东门前做礼赞。那接下来供养曼达拉，
别解就是没多长不是老人是您的节目的上帝您的陪我也做给那么多心都绝不认识前不找一年生前冬年他接受叫我切我三年说确定自己修就结业找一年生前冬年他接受叫我切我三年说确定最近受救治前往前部找一年身边动员他的电话前面上面说确定最近受救治那等一下带一下你你们会不会这么想那明明已经讲到了没有须弥山了那干嘛还要再供养曼塔拉你会这样想吗说到了曼陀罗的时候呢顶礼一切自己的三世善业无论是有主供养或者是无主供养等这一切的供养给三宝或者前方的自良田这是一种观想的方式而来去做观想的而且是自心做观想的这个并不矛盾呢所以没有关系不用产生疑惑为什么本尊与切是很重要的呢谢玉库鲁睡境里面呢有说到了说到这样一个偈颂文偈颂文的内容是为了能够使空正见的力量更为殊胜光是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是不够的为什么呢成佛的因缘必须要跟他同类的因缘才行而且这个同类因缘是要怎么样去承办的呢是以一种将来这同类因缘是不存在的因为进取应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跟三十二相好八十种随心好相类就是类似或者同类的因缘现在在凡夫地的时候没办法做观想啊所以不只是空正见转为了智慧法身以外他力色身也必须要由他的进取因而产生而且他力色身和智慧法身是同时间产生的并非是先有智慧法身慢慢的才有他力色身不是这一回事的智慧法身和他力色身同时间产生的因此在显教般若乘的时候虽然有说到了诸相俱胜的这种现证空性的方式而来去转为智慧法身可是光是这一点没有办法承办他力色身的不共因缘呢他力色身不共因缘是什么呢因为成就果位的时候三十二相好八种随心好如同我们刚所念的不生亦不灭断除诸系论呢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缘上面诸系论所以永远的安住在三摩地根本定当中从法身而去现起了报身和幻身所以在佛果位的时候从根本定根本定和厚德道呢是无二的安住着是用在入定当中现起的所以在上面诸细论的当下如同今天所说的在看法性上无有差别在看法身上是有差别般
那最后圆满的一切灭谛功德，使灭谛呢获得了究竟真上功德。所以显教般若经，显教般若乘里面虽然有跟法身相同的进取因的这种修法，可是他立色身的这种进取因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却没有说到啊。所以印度的大师佛护论师上页也写佛智，佛慧，智慧的慧，也可以这么讲，佛慧或者是佛智论师有说到了，如果法身需要由他的进取因而产生的话，色身为什么不需要？这是矛盾的。确实这位大师所说是没有错的，这两者都是有为法，那这两者都必须要由进取因而产生，主因而产生，而且是类似的相同类的这个进取因。那为什么三十二相好八十种随心好它不需要由它的进取因而产生？所以报身和化身必须要它的因缘而产生呢？就像我们的显教里面说到了现证空性的智慧，将来慢慢转成智慧法身般，色身和报身也要它的一个不共因缘吗？因为他立色身具有这种相好庄严的缘故，所以这个进取因具有这个相似的类同的这种进取因，这个就是无上密里面所说的化身，以密集金刚里面所说的话就空身，那以木序里面所说的化身大破啊，讲的就是这个了。那大圆满呢也是如此，有说到了跳跃法、跨越法等。这一种的色身不共的因缘在无上密里面有说到，但是它的前行就是四部里面都已经说到的都一起说到的本尊瑜伽，这个就是它的前行，也就是现在以空正见转为观世音圣者观音，具有相好庄严的圣者观音。所以在此说到了镜像观还有佛曼观两者，这个观佛曼呢的基础最主要是观镜像，因为现在我们的我的想法呢是根据我们的血肉之躯而来去认为我的嘛，所以我们所谓的观观音的镜像并非是将血肉之躯转为观世音的模样，不是这一回事的。我们现在讲到我的时候是看到了我的手或者我的脚，我的这个血肉之躯，或者讲到喷咒的时候，有可能叫喷咒的话，我们说喷咒在哪里的话，马上会意念起喷咒它的长相而来说的喷咒在哪里吗？所以不离开喷咒的身心，没办法去施舍，内心没办法去意念喷咒的。同样的，自己也是如此，是先有意念自己的身心其中之一者之后，才会意念自己的。所以观佛曼之前，这个佛曼的施舍处，可以瑜伽力来去升起。那为了能够承办这种的基础，不能将血肉之躯转为观音，这个是邪见。虽然血肉之躯是存在的，但是它在无寻无找当中存在的，它并非是有自信的，它的性质只需寻找之后是以自力的，还是以他力而有的，并非是以自力而有的。所以现在利用量子力学家，现在科学他们有说到了这个量子力学论吗？龙树菩萨说到了诸法皆无有自性，经典里面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完全吻合的，跟量子力学的论述是完全吻合的。我有个认识的印度的一个科学家他也是就是核能研发者之一，那有一次我们一起讨论，那他说到了
在西方量子力学的这个论述是最近才有的知识，是近几年来才有的。可是在印度里面，因为他自己也看到了龙树菩萨的著作，应该是中观根本会论吧，那在里面说到了诸法皆无有自性，这个跟量子力学的论述是 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因为是一个印度人嘛，所以他非常的自豪，他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量子力学的论述是一个新的论述，但是在印度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就已经人说过了，而且是印度人说出来了提出来的。所以我时常跟这些 量子力学的专家们见面。以近期来讲的话，在高加达的这个地方遇到一位量子力学家，那我们也说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们如何案例他们论述。以英文来讲的话 There's nothing exists objectively， 就是说从镜上自己的力量是没有任何的存在的，他们只是说从镜上不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来去解读为什么有意识事实而有的。但是中观派的论师却早已说到了从镜上没有，但是又不能否定他的有，因此唯一的有法就是意识事实而有的，是有的，可是他的有法是一种意识抽象的事实抽象化的有法。但是量子力学家他们只是说从物理上，也就是实物本身完全都没有一个立足点的嘛，他自己存在的立足点呢，因为寻找之后找不到，就以这一点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安立镜上的有。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量子力学家他说了，因为透过这个量子力学的论述，所以他们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发现到说，有事的话才有镜，有镜的话必须要有事。这个是以前印度的这些大师，尤其是唯识派，他们说到了就是具生缘的这种论述是一样的，具生绝缘的论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有青色的话才有直青色，直青色产生的同时有青色，这个跟唯识派的这种说法是一样。于是我就跟他说，那要不然如果你喜欢就是我们中观和唯识的这些见解的话，那要不然我们改天在德里再次的举行一次的交流，你们报告你们的这种你们可以提出你们在量子力学的这方面的一个思想，那我们这边可以请一些给谢拉去发表论述，就是唯识还有中观的论述。那于是他也同意了，我们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在德里我们会举办这样一个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他们把它作为是一种知识来去学习，但是不觉得跟日常生活有关吗？但是中观派还有佛教的这些中论师，他们安立了事相的论述之后，真实真相的论述之后，说到了这并非是一种知识而已，而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才说了业烦恼灭故名字为解脱，业烦恼非实，一切烦恼都是来自于非理作意，非理作意来自于实执的所依啊。只要实执所依还仍然存在的话，那由此会产生实执，由此会产生非理作意，
由此而产生了初分烦恼。那只要实质在的话，有细微的实质跟实质相应的这个烦恼是会存在的，但是实质所以彻底消灭的话，实质没有任何的基础，它如何产生？因为从境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了，一切都是名是施舍而有，仅此而已的话，实质所以怎么可能会存在？所以在佛家里面一直反复的去观察烦恼到底来自于哪里，那烦恼的根本它的所执跟实际上是否吻合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否是实相，我们所看到这种事物有的看法本身有没有出错，这个是佛家一直要去观察研究的一点。所以空性的论述并非是一种知识的认知而已，而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所以首先先观想空性，确实也是如此啊。未清净的这个血肉之躯，最主要也是来自于实执造业，实执产生烦恼，烦恼造业之后呢，名色六路等而来去形成的吗？是由无名所生的吗？无名行识名色六路等的这种是缘起的流转下而去形成了现在的血肉之躯的。所以现在的血肉之躯最主要的根本是实执，如果这个实执我们认知它是一种颠倒执，它没有一个真相为基础的话，由此所产生的血肉之躯也会被灭吗？那由此而观想空性，而且他也无有自性，从性空当中禁止了这一切的凡夫相。那禁止凡夫相之后，刻意的将这个空正智慧转为本尊的模样。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你们觉得是有内容的，还是胡说八道的？要反复的思维，这很重要了。你们要不要去上厕所？我看到有一些人先离开了，是不是要上厕所？正在灌顶的话，最好不要去上厕所了。我现在在解释的时候，你们要去上厕所的话，赶快去吧，要不然会花一点时间哦，可能今天会到十一点多。到时候你们尿急的话，就会在灌顶席上尿尿了，最好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在拉萨祈祷大法会的时候，因为祈祷大法会本身也很长嘛，那有一次。有位Garden Tiramuche 也是十三尊者非常欢喜的一位，真的是一位大学者。那时候很多就是有仁波切还有喇嘛的名称的这些的人能够成为 Garden Tiramuche， 但是十三世尊者反驳了这一种认为这一种的制度是不好的制度，于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要给些喇嘛的第一名才能够有资格去排队成为噶当切仁波切。所以从这个制度建立起之后，第一个噶当切仁波切提拔一些王殿，确实是一位学者的顶言。十三世尊者非常的喜欢他。有一天他在法会的时候，那那时候，提仁波切被
像命令，要去诺布林卡嘛。那因为提巴不在的关系，所以由下将确接他们其中之一者要去，要去领导。要去领导这个法会吗？领导法会的时候，下将确切的其中之一者，听说他离开的时候，人家发现在切勒姆切的法座上面有尿尿，因为他要领导这个法会嘛，可能突然间没有经验，而且呢要去领导的关系，所以会很害怕。小时候我有这种经验。那时候维诺会念南塞，塞多呢。如果念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到前面有谁呢，就是也蛮恐怖的。有一次我也带他们过，真的看不到前面发生什么事情。那过了那一段之后，翁子。这是维诺他唱了一段之后，那慢慢的好像才可以看到前面有谁。所以我在想，那时候那一位无论是谁上来的，他可能是真的是吓破胆子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去上厕所，还先去吧。因此观修空性，所谓的观修空性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是不存在的，这是错的，而是我们在看法上，就像你们看到我吗，你们可以问你们看到的尊者在哪里，我们说，我们看到尊者，因为看到尊者的脸，所以我们说看到尊者。但是问题，尊者的脸又不是尊者，你们如何说看到尊者脸而说到看到尊者？那你们也听到我的声音，那你们因为听到我们的声音，你们可以知道说我在想什么。所以这位比丘的身与意，是这个。比丘的身、比丘的语、比丘的意，但是这个比丘到底是在哪里？是他的身，还是他的语，还是他的意？你们可以看到，尊者的身，也可以听到尊者的语。你们可以由此去推，尊者的思想、尊者的意，但是尊者在哪里？就变成我不知道了 ，I don't know。所以去寻找之后。不被无寻无，在无寻无找的这种抽象化的作用当中感到满足，想要跨越了这个界限去寻找的话，真的是找不到的。所以世间所见的一切都是如此，如同其实尊者给上教授所说的繁华六聚入口旁，离本恶法见喧哗，于此虚幻、虚伪幻象在，所以在此说到离本。其实大圆法也说到了，离本的这个用词，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性质，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每一个事物都是以它自己的力量呈现了它的性质，呈现了它的作用。我们看到的看相上是如此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是抽象化存在，它是实体的存在了。那这样去寻找的话，是真的吗？它是实体存在吗？又找不到了。所以于此虚伪的幻象在，默念为实见空性，不要想说这是真实的，这时候四维空性，这是由错误的习气所现让我们看到的，但是实际上并非是如此。反复的去串习熏习这方面的一个思想，
那看任何法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显现是不同的，是虚伪的，所以才会觉得说所看一切皆是幻象。这种幻象观呢，对减少烦恼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本尊于一切是先观想空性，从空性当中静置了一切就是凡夫的相执，就仅有空性而已。实际上血肉之躯也是由无明所产生的嘛，因为空性的思维能够直接的对峙无明，所以让无明没有基础了。无明没有办法产生的话，由此所产生的血肉之躯也不会再产生了嘛。所以其实也是有这一种的角度来去做解读的。而且这种空正智慧将来会承办法身的缘故，所以哪怕现在不会，哪怕现在并非是佛，但是亦有这种特殊的目的，因为将来能够承办智慧法身的缘故，所以现在先刻意的以这种空正智慧转为了本尊的模样，现为了本尊的模样。为了能够修学本尊瑜伽，先必须要以灌顶成熟自心，成熟心绪。那灌顶正行前要灌顶的前行，先传授灌顶的前行。首先先讲到择智易乐，那择智易乐的主要的内容是说，今天你们来接受灌顶，并非是为了自己的长寿，并非是为了自己的事业顺利，并非是为了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以这种的意乐来去接受灌顶的话，那是错误的，这种的动机是不可有的。不止如此，也不能为了后世获得人生，这种想法是不可以的。不止如此，为了自己的解脱来去获得灌顶的话，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想法是什么呢？为利一切有情，因为所有的友情都跟我一样都想离苦得乐的，因此为利一切友情众生，为了能够让他们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自己的心绪上升起到底的一切功德，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帮助他人，利益他人，圆满利他事业的缘故，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意乐而来去接受灌顶的，这才是正确的想法。这是择智易乐。这个偈颂文里面有说到了。于四众处传授，所以接受灌顶的对象要有菩提心，要有愿心，那在这之前，那必须要别解脱戒。那以出家人的话本来就有别解脱戒了嘛，以在家居士来讲的话有居士戒，所以我想在此为你们传授愿心一轨。本来是明天要，本来是昨天要给的，但是昨天忘记了，那今天在此我为你们传授愿心一轨。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以这个菩萨地论里面所说的愿行一轨来去为你们传授，但是没有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以诸佛正法众种尊的方式来去传授愿行一轨。诸佛正法众种尊的内容呢，是说到了诸佛讲到了佛宝皈依的导师，
诸佛正法，正法里面说到了正皈依，诸佛正法众众尊，众众尊里面说到了三宝，也就是在前方的资粮田、他们心绪里面的灭道功德，这个是我们的法宝，这才是有办法真正救护我们的。所以从以前方的资粮田为我们要去学习的模范，但是真正救护我们的，就是在自己的心绪上面升起了灭道功德，才有办法从自己才有办法从痛苦当中让自己获得救护。当自己的心绪上获得了法宝的同时，才有办法让自己真正获得救护的缘故，我说到了正皈依嘛，那时候自己才有办法成为僧宝，从凡夫地到达了圣者的彼地了。那这个灭地而到地的自己心绪上的这个功德，让他获得了增上增上再增上，到究竟的时候彻底的断除一切障碍，获得了一切正量的时候，心绪上的原本的凡夫心绪的空性就转为了自信法身，那时候智慧转为了智慧法身，而同时产生了他利色身，也就是报身还有化身两者。所以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所以所谓的菩提指的是将来要承办的果位，也就是自己要承办的婆贵，为了能够获得这个大菩提，所以我要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呢又可以分大乘不共皈依，大乘不共的皈依就是为了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而来去皈依的缘故，所以在此所皈依的僧宝是大乘圣者，不包括了声闻和独觉的圣者。所以在此所要皈依的僧宝是大乘僧宝，还有在此的法宝是大乘的灭地和道地的法宝而去皈依的。所以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有情愿成佛。因为为了获得无上菩提，我要皈依三宝。那获得无上菩提是需要有菩提心还有空正见两者双运的情况下来去承办的缘故，所以我所行的一切如同布施等的功德善业，我所做的一切的善业呢，都为了能够利益切有情众生而来早日成就无上菩提，愿利有情而成佛，转为如此的资粮。所以前两句是说到了皈依，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有情愿成佛，再次说到了发心。所以这个皈依发心偈，透过这两者皈依和发心的两大元素而来去接受这个愿信依轨的承诺的。所以我们念完第三次的时候呢，来许下承诺。现在我们跪着或者蹲着。除非行动不方便那就无所谓了。那现在你们蹲着或者跪着合掌着，首先先念七支供养，以七支供养那一起念诵。我当决心小宝当结束一人贵心随我给我中世大地祭扫他们就做被讲出亲我。那接下来呢是愿心以鬼的真心，跟随着念三字。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有情愿成佛。当我们在念到了我以所行施等善的话，只有是福报资粮。但是如果讲到我以所行诸资粮，讲资粮的话呢，是包括了恶资粮。我觉得讲诸资粮的话比较好，讲诸等善的话好像只会解读为是福报资粮而已。但是所行，我以所行诸资粮，就包括了福报和智慧两者资粮了。所以我以所行诸资粮的这个我，有一个我，还有只是菩提我归一的这个我，当我们在念出我的时候呢，观想我寻找假意之后是找不到的，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如此的真实般的存在。如果你串习久的话，有多年的这种观想和串习的话，慢慢的，当我们对空真见有所体会的话，而且不忘事的时候，当我们念到妄我的时候，马上会觉得说这种我并非是独立实有的我，会瞬间的产生。总之让自己的这种无我的空性的概念产生。如果能够产生的话，念到诸资粮的时候就能够产生两者资粮了。所以我们讲到为所行诸资粮，思维空性。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诸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在念完第三次的同时，为利有情愿成佛的时候，观想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这一个强烈的心发起，这一颗心发起的这一颗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每天都会意念做此承诺。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诸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讲究身作人不切，殊胜菩提心，未生令生起，生起不增，生起不衰退，生起令增长，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萨埵琼瓦钦波当，南无心度达瓦扬，深见报度梅瓦依，南无涅槃西藏说。请坐下。这是每一天都要念诵的诸佛正法众众尊，我们每一天都念诵，一早起来我们就要念诵。所以我今天所解释的内容你们要回忆，每一天因为喜笑的承诺的关系，所以这一颗心每一天一早起来就要去回忆一念。那让这一天呢，随着这种的想法而来去度过今天，度过明天，度过后天。那这样的话呢，慢慢的我们就可以觉得这个人生是活得很有意义的。那接下来是弟子现为本尊。现在做补充的话，刚刚尊者在念那个圆心一轨文的最后一个偈颂文，我念藏文嘛，那就翻成中文的话是：如地水火风药剂旷野树，愿众生恒常随意而受用。现在翻译了 ，Om Sumbho Shuddha Sarva Dhamma Sumbho Shuddha Ham 的意思呢 ？Om 代表生与意，为什么呢 ？Om 字是由三个字组合起来的，阿物嘛三个字所组合的，所以这个代表生与意，由生与意所施设的我。在哪里是寻找之后找不到的，所以又说到了自信清净。所以松跑啊，松跑是自信，塔吧，
松宝修道，修道是清净的意思，所以 Om 松宝修道，所以是我自信清净吗 ？Om 我吗？松宝啊，自信吗？修道清净，我自信清净。Sarva Dharma 就是一切诸法，就是我的运体，还有运界处等。像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有许多不同的枝节和枝分等。所以讲到 Sarva Dharma， Sarva 是一切的意思 ，Dharma 是法的意思。在此的法，并不是说世间和出世间法的这个法不是，而是说只要存在的话都是法，就是执己性执为法的定义嘛，就是要存在的话就叫做法，所以叫诸法。诸法就是说所有存在的事物，所有存在的这一个存在物诸法。所以不只是我无有自性以外，Om Sumbhava Shuddha 不只是人无我以外， Sarva Dharma Sumbhava Shuddha 诸法也的自性也无不存在的，所以 Sarva Dharma 一切诸法 Sumbhava 自性 Shuddha 也是清净的。那 Hum 就是安置在这种无有自性的内容当中，所以一切的事物去寻找之后确实找不到，如同量子力学专家他们所说的，从镜上真的找不到任何的一个立足点。那因为如果是物理实物的这种存在的话，去寻找之后应该要找到才对，可是找不到啊。如同陆中论里面所说的，虽以七相推求彼世间真实世间皆非有，若不观察就世间意志分一直之分可安离，可谓众生说彼车名为有知即有分，一名作者即受者，莫坏世间许世俗。如同陆尊论里面所说的，所以你们现在要观想空性，我在念咒语的时候，你们觉得观空性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感觉啊？观想哦，到拉萨去朝圣见阿底峡尊者的那个塑像的时候，还有大昭寺的佛像的时候，见佛像，在佛像面前有一位妇女就说到了，愿利一切有情众生，愿教法长久住世，做了很多的祈愿。那之后有一个人来了，他不太懂佛法嘛，于是他就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回向，他就说我之前那位妇女她怎么回向的，那我也这么回向吧所以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观想的话，你们就想说尊者怎么观想我也这么观想，这样想好这个是需要多年的时间学习大论点而来去做观想的，马上去做观想是很困难的，平常没有的话，平常没有观想的话是很困难，所以至少二三十年才有办法做到。温世宝曾经说到了，从始明虚空，复辟由云聚，观风定云散，中路成明性。那他的弟子揭露上业一些又说到了，这句偈颂文如果能够思维的话，这个
用词非常的强而有力，对观修上很有帮助。所以，被施舍者的我和施舍处的运体，包括圣者观音，包括世尊、释迦尊者，都是唯名是安立而有、施舍而有的这种幻象取有而已，幻象施舍而有而已。了解这个空性的智慧，转为了圣者观音，一面二倍作此观想。专注空性，空性专注空性的这个智慧，转为了一面二倍的观世音。接下来做祈请，跟随着念：感谢天大尊宝的罗宾天女供述师，讲究千百数点宝，广播千百大色罗，当时的你大老子，讲究生养大老子，三界学堂经典的。叫送大娘大老子，他把前面的重修读，广播当年修读时，广播当年修读时，广播当年修读时。接下来为咒称升起坚定信心，而做讲解，也就是透过理由的解说，如同刚刚所说的，佛法是以悲心为根本的。我们这世界上七十亿人口。如果悲心增长的话，我相信这种人为的灾难可以大幅度的获得减少的。那更何况是我们自称为大乘的修行者，具有那兰陀寺的传承，我们更有责任来去宣布或者宣传这个悲心的价值和重要性呢？这个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说，悲心不只可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满足他人的利益。彻底的宣说悲心的法门是大乘的教法。能够承办佛果位的圆满究竟因缘，都在无上密里面，都在咒称里面有说到了。所以在此，为弟子们说，你们要对咒称产生信心，透过上述所说的解释。升起信心，至于金刚乘戒的话，因为在下面正行有说到，所以先不给予金刚乘戒。那弟子们已经升起了，由空正见升起了一面二别的观音，观想在你们的胸部有个吽字，喉部有个胸部有个黑色的吽字，喉部有个红色的阿字，顶部有个白色的嗡字，有三种字字。那我会以手势的方式，就是做出触碰到你们三处的这种模样姿势，那你们观想，吽字是蓝色，胸部的蓝色，吽字是蓝色，那喉部的红色阿字，以及白色的嗡字在顶部。那我会以这个手势触碰到你们三处，你们观想触碰到我们三处的同时，充满了这些光芒，蓝光、红光，还有白光，还有体内充满了甘露。在升起一面二倍观音的同时，当中净除了一切的罪障，将我们的身与意三者转为真正圣者观音的身与意，获得了加持，作此观想。接下来呢是施与甘露水。
在此做个补充，尊者因为这次没有特别开许说透过网路可以获得灌顶的缘故，所以今天透过网路听闻灌顶的话是不会获得灌顶的，因为尊者没有特别开许。这是多做的补充。接下来讲的咒语，的意思是说，因为无有自信的缘故，所以一切的罪障都可被净除。所以再次说到理由，我们认为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切的罪障，却最主要都是由实执所产生的。但是实执，它是并没有基础的，它没有真相为后盾的，没真相为依据的，因为它是颠倒执着。这个颠倒执着，乍看之下它很有力量，可实际上，它容易露出狐狸尾巴的。只要真相在的话，它根本没有立足之点嘛。所以，因为诸法无有自性的缘故，所以一切的罪障皆可被灭，是有道理的。所以，由实执所产生的一切的罪障都是可以净除的，因为自性是不存在的。这甘露水以三口次序的喝，那观想进除了身障碍，进除了语障碍，进除了意障碍，于是呢给予护身线。那不用给吉祥草了，因为我们没有隔夜的关系。那护身线呢，好好的保留，不要让它掉在，不要让它掉在地上。接下来升起欢喜心，这上结束了前行。你们不要抢啊，有多个两三条的话也不会说会有更多的加持，但至少不要让它掉在地上。放在口袋也可以，或者绑在手背上也可以，不要掉在地，不要掉在地上。接下来是正行，供养曼达拉。请跟随着念，大家学到端巴的，日本全体供述是，将就前辈吹端巴，公布前辈大赛罗，当时对你大老子，将就生将大老子，将就将军，教顺大将大老子，他话前辈重修度，公布当你修度是，公布当你修度，公布当你修度是。接下来西藏美经，用意是什么呢？因为秘密金刚咒称是秘密的去学习的缘故，
所以接受灌顶的时候，来去接受灌顶还有加持的。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因缘看到坛城的缘故，所以给予了这个美景的。还没有进入坛城之前是不能看到这个坛城的秘密的缘故，所以给予美经。那将来进入了坛城，看到主尊之后，为了获得花曼灌顶的缘故而给予花曼的，所以现在打这个莲花手印。莲花三面也手印。莲花三面手印怎么做呢？可以看尊者怎么做，像打开莲花般的，这个叫做莲花种性的三昧耶手印。那之后请跟随着念，放在胸部中。Om Bhema Upavaya Soha。接下来是接受菩提菩萨戒。那接受菩萨戒之后呢，要遵守的戒条是有18根本罪和46条恶作。自赞回答图利经，坚立财法，不会失巨他忏谢分不能聚一大圣菩萨藏共三宝物还路己昧色回谤与正法等的这个18条根本罪。那舍弃菩提心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不能做，不能要尽可能的防护的一条。说到了46条恶作，又说到46条恶作。所以接受了菩萨戒之后是要去遵守这些的学处的。那学处里面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比别人还要重要的这种想法，这种的自利作业是要彻底的摧毁的。这个就是遵守菩萨戒的最主要的学处了。有任何的想法认为说我比别人重要的话，这是不允许的了。哪怕是在轮回的当下，尽可能的发起这种整体利益的这种公共的责任感，帮助他人的心。所以我从今起永不舍弃菩提心，永远不会放弃菩提心的修持，而遵守菩萨戒的学处。如果只想自己的话，最多最多只能到声闻独觉的这种果位而已，断出烦恼障而已。但是这个果位并非是圆满果位的，所以因为遵守菩萨道行菩萨道遵守菩萨戒的学处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防护自利作意的作祟。在这世界上，我平常用以英文来讲的话， self-centered attitude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这种 self-centered attitude， 这种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会造成一切的灾难，人为的灾难，像是贪污等的这些现象都是来自这种的思想吗？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 FIFA 的这个贪污的现象。国际的这个足球总会嘛，就 FIFA 的这些上层贪污的关系，
这变成了一个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所以也是因为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思想，只要为了自己好，我要尽量骗人的话就骗人，我要害人的话就害人。以中国来讲的话，共产的这种思想是真正的帮助他人，不应该只是想自己的利益，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社会制度嘛，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制度，否则的话只是嘴巴的社会制度而已，但是并没有落实在真正的这种思想上。所以同样的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宗教信仰的最终的目的最主要是帮助他人，那以佛教来讲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只是具有这种的外表，但是却没有这种的内容，像现在巴尔曼正在发生的灾难来讲也是如此。所以有了真正的利益他人之心的话，哪怕没有宗教信仰，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善行，帮助他人不伤害他人，这不是很好吗？但是畜生和动物他们不知道这些的理由啊，但是我们人有智慧，我们可以知道啊，哪怕没有后世，你必帮助他人不去伤害他人的话，自己的内心是温暖快乐的，当下就获得利益了，这不是很好吗？导师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强迫菩萨们说你们不能有自利作意，并不是这一回事，而是叫菩萨们你们去想想理由，为什么不应有自利作意。那如同入行论里面很坚决地说到了，若不以自乐真实幻陶骨，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确实是如此啊。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把这种原本爱他的心转移到他人身上，排斥他人心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的话，不止将来不会获得一切骗之乐，就在轮回生死当中也无有快乐的。所以入行论里面又说了一句话，何须更烦须，凡于求自利，摩尼为利他，且观此二别，确实是如此。那以这样上述的这个思维的内容来去思维上述内容来去接受菩萨戒。那现在我们以我去皈依三宝一忏悔所造罪的这一个寄送文来去传授菩萨戒的。我去皈依三宝，像刚刚所说的皈依三宝，一忏悔所造罪呢，说到了要忏悔的一切的罪障，尤其是由爱我执、自我中心、自我作意的这种思想所产生的罪业，要在此做忏悔。随喜有情诸善业，最主要随喜的善业呢，是具有道地功德的这些菩萨们，为了利益他人，所以才获得了道地功德。因为他们为利益有情众生，把自己的身与意的所有的功德布施给他人，这种的不共的善业，在此做随喜。内心具取佛菩提，那如同刚刚所说的愿心，称许愿心。那之后，我于佛法众众尊知识菩提去皈依，再次的坚定皈依，未能成就自他利，我要升起菩提心。为了自己也要升起菩提心，为了他人也是升起菩提心，为了暂时的利益升起菩提心，为了究竟的利益我要升起菩提心。因此，未能成就自他利，我要升起菩提心。这以上是讲到了愿心呢。那真正的菩萨戒的依轨是由这一句话的：愿我升起殊胜菩提心，然后接待一切众生客。一切众生的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是我要来去承办的，因此我要接待一切众生的贵宾客人。接待了之后我要做什么呢？修习殊胜乐意菩提心，为了让有情获得暂时的增上身以及究竟的决定身，这个就是乐意菩提心。承满暂时究竟
充满自他恶力的这种愿意心呢、啊？修行殊胜愿意菩提心，所以在此就说到了，我要遵守菩萨戒，我要学菩萨的学处了，而许下承诺。如是的升起了愿心和习心之后，为利众生，让他们获得一切片刻的果位，因此我要快速的成就佛果位，所以我来去接受菩萨戒的。所以请跟随念三次，请蹲下或者是跪着。刚刚所说的词义的内容，如是的思维，请跟随着念。观想在前方有坛城的诸尊，有无量宫，无量宫中间有千手千眼观音，那在旁边有不动宝身阿弥陀佛、大日如来等，现为一面二杯。那在上面的虚空有导师释迦牟尼佛，在他的旁边有文殊等八大菩萨众，以及龙树父子，还有十七班智达遍满的虚空，还有萨拉哈等八十大神通师，以及藏传佛教的尼玛派、噶举派、萨举派、格鲁派等的这些传承的上师，像尼玛派的莲花生大师，还有噶举派的玛巴、弥勒日巴、甘波巴等大师，以及萨迦派的道果的教授的传承。以及给路派的嘎当派的阿底夏尊者转动巴等的这些传承上师，以及给路派的中华巴大师等的这些传承上师，观想在前方虚空，以及九南派的利益西藏教法，还有友情的具有正量的这些成就者，还有传承上师，都在前方的虚空遍满着虚空，在他们的坐正下，让我来去接受菩萨戒。我屈皈依于三宝，一一忏悔所造罪，随喜友情诸善业，内心汲取佛菩提，我于佛法众众尊，直至菩提去皈依，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愿我升起殊胜菩提心，然后接待一切众生客，修习殊胜愿意菩提心，然后众生愿为利众生成就佛果位。第二次，我去皈依于三宝，一一忏悔所造罪，随喜友情诸善业，内心汲取佛菩提，我于佛法众众尊，直至菩提去皈依，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愿我升起殊胜菩提心，然后接待一切众生客，修习殊胜愿意菩提心，为利众生成就佛果位。在念完第三次的时候，为利众生成就佛果位的同时，观想自己的心绪上升起了，如果以前已经有了菩萨戒的话，那如果没有衰退的话获得了真相，如果已经接受了衰退的话，观想从衰退获得了恢复，如果之前没有接受过菩萨戒的话，那观想在自己的心绪上第一次产生菩萨戒，作此观想。我去皈依于三宝，一一忏悔所造罪，随喜友情诸善业，内心汲取佛菩提，我于佛法众众尊，直至菩提去皈依，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愿我升起殊胜菩提心，然后接待一切众生客，修习殊胜愿意菩提心，为利众生成就佛果位。这上已经传授了菩萨戒了，请坐下。接下来是一切欲切之发心，那如同上面之前所说的，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这一颗殊胜心，
这一颗心呢，科学家他们也觉得，就是善良的这一颗心，是人类的本性，科学家也这么说的，这确实是如此。为什么会有善心的这一颗种子呢？我们本来就具有一种可以帮助他人的能力，如同宝轩论里面所说的，因为我们可以彻底的断除痛苦，可以承办一切究竟安乐的缘故，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有个善的种子。所以说到了一切的污染都是暂时性的，所以污染指的就是烦恼和烦恼所留下的习气。这些的烦恼都是依赖着颠倒执，依赖着邪执而产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属于烦恼的奴隶，受到烦恼的使唤。可是烦恼的根本是来自于失执，失执是颠倒执、邪执，它不稳定啊，因为没有真相依据啊。因为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真相的话，邪执它站不住脚嘛，不需要开刀，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持咒，只是要去了解真相，对真相的认知越清楚越坚定的话呢，这种对真相的颠倒执它就慢慢减少，这是法性啊。就像太阳升起的同时黑暗消除意思是一样，它没有办法同时产生。同样对真实对真相的不了解和对真相的了解也没有办法同时产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有如来藏，都有能够承办这种究竟的灭证功德的能力，本来就有的。只要有生命的话，都有这种佛性如来藏的。我们是有潜能能力可以成佛的。要了解到说我们可以成佛，必须要知道说我们可以获得解脱，可以获得解脱的内容是透过空性来去认证的。也就是导师在四谛法论里面说到了，这是灭谛，这个灭谛的内容必须要认知啊。所以痛苦并非由无因而生，常因而生，也并非由常因而生，是由无常因而生，是由能力缘而生，这要了解。因此知道说痛苦是有止境的，是可以被断除的。所以为利有情而成佛的这种心升起，观想菩提心在半分钟的时间之内。昨天不是有一个人发问吗？他不是说要观想的那个，现在就可以做观想。这一颗四处菩提心，为利有情愿成佛，我一定要成佛，必须成佛的这一颗心，观想自己已经升起的一面二倍大的这个观世音的胸部的月轮，观想转为胸部的月轮。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二十二品的时候说到，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如来
到底指的是他的屋漏运，还是他的一切骗子，也不是。并如来并非他的意，也并非他的无漏运。远离了无漏运以外，有没有其他如来？也没有。如来也不自信的具有如来运，也并非以自信的方式互相的依赖。所以如来在哪里？寻找之后找不到。圣者观音也是如此，寻找之后找不到。所以同样的，同样几种文也可以运用在自己的身上。非不灵因，此彼不相在，自己不有因，何处有自己？所以我们所皈依的如来也寻找之后找不到，同样的法宝寻找之后也找不到，灭谛也寻找之后找不到的。所以说到了空性的空性，说到了内空外空空空等，说到了十六空性、十八空性、二十空性的空性本身，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一切的法都并非境上而有的，并非从境上而有，可是作用仍然存在的。所以这些作用虽然并非境上而有，因为境上而有的话将会有正理的危害。哪怕现在科学家他们从实物上说到了，如果有境上存在的话，这个也是会有矛盾的。那如果是境上有的话，应该是寻找之后会找到才对，可是找不到啊。如果是真的从境上而有的话，应该被正理所堪忍，他的一种获寻才对。但是因为无法获寻，无法被正理所堪忍的缘故，所以从境上是不存在的。寻找之后完全找不到，但是利害的作用又是存在的。所以它的有法是什么呢？就是为名是施舍而有，仅此而已。所谓的被名施舍而有的这个被名施舍而有的意思呢，并非说是名外的意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境上而有的这个志向不存在的，所以只剩下世间共许当下而有，所以叫做为名施舍而有。我们觉得说在取名的时候会觉得说被取的这个对象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有亦由名取名而产生的这个有是从境上而有的，这种有是没有的，这种的存在是被否认的。所以只剩下一种取名而有的一种存在而已。从境上而有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并非如此。总之四白论里面有说到，自信若已成，安置彼时性，复何须依赖？所以诸法皆无有自性，作此观想。
像自己般一切的事物无有自信，并非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性质和作用，对此而产生决定。这个决定的智慧转为了白色无骨金刚杵，竖立在刚刚世俗菩提心所转为的月轮上。所以这两颗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所转为的月轮，以及在此树立的无骨金刚杵的圣意菩提心，这两颗心是成就一切片之最主要的两大因缘。这两颗心是永远不会放弃，以此承诺而来去念诵咒语。那这个咒语的内容就是说，这两颗心我永不放弃，也就这两颗心，以生前这两颗心，我不要让它衰退，而且我不会遗忘，而且我每一天每月每一年都会去观修，让它增长。Om Sava Yogacitta Upadaya Mi。Om Sava Yogacitta Upadaya Mi。Om Sava Yogacitta Upadaya Mi。如同你们心中有这两颗心，同样的，与千手千眼观音主尊无二的上师的胸部有这么两颗心。那从主尊与无二的上师的口道现出了第二颗这两颗心，从弟子的口道融入到胸部弟子的胸部，让我们的两颗心更加的坚固，获得了加持。请做如此的观想。世俗菩提心承办色身，圣意菩提心承办法身。只要升起的话，无有疑惑的，我们将来能够承办一切片智，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因为许下这样一个承诺，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回忆意念这两颗心。所以我每一天一大早起来，我第一个念诵的偈颂文呢，就是趋檀大圣主怜悯说事法，悉断一切见，我今悉守礼，来去礼拜顶礼佛陀，来去思维佛陀的功德，再去思维佛陀的悲智的功德，进而的再去思维这两颗心的内容，那再来去做这个自身仪轨啊等的这个本尊的观修仪轨，那有时间的话再去思维大教典的内容，阅读大教典。有不同的这个教典，而留去思维中观的内容，真的会获得很大的帮助。接下来，遵守秘密，接下来观想洞门打开，进入了坛城。观想以顺时钟的方式，围绕着三圈，在这个同时跟随着念持咒语。玛拉扎，苏涅扎，卓卓果，苏卓果，班扎萨多，阿迪斯德玛，玛拉扎，苏涅扎，卓卓果，苏卓果。本扎萨多，阿迪斯德玛，玛拉扎，苏涅达，苏卓果，苏卓果，本扎萨多，阿迪斯德玛。观想对，坛城的主尊来去礼顶礼 ，Om Namah Deham， 放在喉部，合掌放在喉部 ，Namah Meham， 放在胸部 ，Namah Namah Om Swaha。为
降下至尊而祈请，请跟随着你。等一下把他们这给金言老师，多谢千魔打扰瓦巴这多事，多谢千魔打扰瓦巴这多事，多谢千魔打扰瓦巴这多事。与主尊我的上司的胸部睡字放出了光芒，找到了十方诸佛和菩萨，这些皆转为了观音的心咒睡字，融入到已经升起了观音的弟子的自身，最主要融入的就是将来要自己承办的那个观音融入到自己，为了能够快速的承办自己将来承办的观世音，所以他的外缘就是透过跟自己相心绪不同的前方的自良田转为了无量的观音遍满的虚空，融入到自身，获得了加持，庆祝如此的观想。接下来一枚金遮住自己的眼中突然间打开往天空，突然间拿起打开往天空看，看到什么颜色有吗？没有没有没有的吗？有时候会看到，有时候突然间看的话会看到，有时候会有不同的颜色，并不是每一次都有的。接下来观想在坛城里面绕三圈的同时并念持咒语，随便照顾到还要给我呼噜呼噜哄陪，随便照顾到还要给我呼噜呼噜哄陪，随便照顾到还要给我呼噜呼噜哄陪。这是马头明王的咒语，一些为妇女听说被鬼就是附身嘛，后来她来看我嘛，那我叫她先念杜母咒，后来她说这好像没什么效，于是我叫她念马头明王咒语。那之后再次见到这个妇女的时候，她说他说他在念马头明王咒语的时候，这个妇女她本身会害怕，因为激进和愤怒的这个本尊有一些不同吧。当然为了能够承办一切骗制，所以在咒圣里面有说到了习真怀珠等的这种不同的一个事业，那搭配着不同事业说到了不同本尊的修法，为了能够增上福报而说到了增嘛，那为了能够控制自心，那与此相关的而去说到了控制他人的就是以激进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去调伏他，那在这个时候只能变成用猪的方式来去控制他人。所以这些劲猛的或者是极尽愤怒的这种本尊根据他不同的事业而去产生不同的幻象，不同的本尊之相。所以这个受到被魔鬼附身的这个妇女本身，她在念马头明王咒语的时候，她自己会害怕，可能咒语本身有一个能力吧。杜母咒是属于比较平息的极尽的，所以他并不是很害怕，但是马头明王咒他自己会害怕。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想说哦，这咒语本身有能力吧，咒语本身就有能力了。接下来降下至尊
刚拿到的花曼要拿起来，手持着花曼，合掌着拿着，那观想供养给坛城的诸尊。由他来代表我们大家，请跟随着念。三界五住托切切，大内托切公尼尼，周拉佩佩作现耶，内瓦卷的学术说。那观想弟子们已经进入了坛城，在主尊的前面，那跟自己相应的本尊，因为五方佛嘛。哪一尊佛跟自己相应，希望这花曼能够投到这尊佛上，请跟随着念此咒语。巴迪扎贝那呼，南部保身佛。现在知道南部是保身佛。上一次在上面也是南部保身佛，我想今年可能会有某一些事业增上的一些象征吧，说不定代表你们这个秃头的人，说不定头上会长一些头发也有可能，好像我这边秃头的这一块也会长一些毛发。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三项为出家人的庄严，第一个是秃头，第二个下面有胡子，第三个是他的那个喉，就是喉部这边有一点粗厚，而且就声音有点低沉，这个叫出家人的庄严。这三项为出家人庄严，是不是这样子？那有一个人真的就是秃头，下面有一点胡子，而且喉部这边蛮粗厚的。因为大家就说这三项为出家人庄严嘛，他也觉得自己很庄严，于是他就抬头挺胸的坐着。但是虽然说这三项是出家人庄严，可是三者都具足的话，那是这是一个不好的象征。于是念完这句话之后，他马上就是低着头了，不好意思。三项具足又不行了。因为如此的关系，所以你们的密称为保身金刚。保身金刚，这你们要记住的，你们的密称。观想花曼放在自己的顶部，获得了花曼灌顶加持，不要让它掉在地上。那透过花曼得到了甘露的得到甘露的加持，充满了全身，让自己更容易的升起悲心，更重要的是能够升起了解空性的智慧，获得这种无二的能力，不共能力。弟子们已经升起了观音的胸部，有了吽字，喉部有阿字，胸部，顶部有吽字，胸部的吽字放光，照到了眼睛的瓤字，每一只眼睛都有一只瓤字，那瓤字放光，而且放出了炙热性，那将这个眼上的嗡字的这种具有黑暗的障碍的这种黑暗，借由这种炙热性彻底的燃烧毁尽，作此观想。
请拿下美金，请拿下美金。那这个花曼呢，可以拿下来了。啊，这个是我们这次获得这次观音灌顶的纪念，不要让它掉下来。花曼美金都可以拿下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纪念物。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纪念物拿起来。如果想要抱怨的话，那你就拿这个美花曼起来，就说我遇到困难了，可是灌顶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于是呢就对这个花曼来去抱怨嘛。观想，因为美金拿下的同时，观想看到了坛城里面的一切的秘密，亲眼看到非常的清楚。在此的灌顶有两者，甘露灌顶还有包面灌顶两者，因为要修的道有分有相道和无相道两者，所以有相无相的意思呢是说，以世俗的这个方便而来去具有本尊的相而去做观修的，所说有相道，以及另外一者以空性为主，所以观修空性，所以无相道有两者，因为有两于一切，有相于一切，无相于一切两者，所以而说到了有相无相道，无相道的甘露灌顶和有相道的包面灌顶，啊，透过了有相道和无相道来去承办，自利法身和他利色身。首先，为得甘露灌顶供养曼达拉。我说一堂古隆，戴阿弥，紧跟随着念，将就多接三件了，就这样知道中了。但那老多超越去了，那么些多些等到这，那么些多些等到，那么些多些等到这。引起了灌顶诸尊，那手持着宝瓶，里面装满了甘露，为弟子做灌顶，净除了一切的障碍，而去留持了将来能够承办法身的不共能力，作此观想。享受到甘露的同时观想，身心升起了大乐，而且已经升起的观音的这个镜像更为清楚更为清晰，在
镜像清晰的同时，对于空性的观修更为清晰。而且已升起的观音无有自性，这个叫做生明无二的智慧。哪怕是同样都是法性的，但是污染有法的空性，污染有法的法性和清净有法的法性却有不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以这种有法清净有法的法性的观修来去升起生命无二的智慧，这个就是灌顶的本质。观想从主尊无二的上师的胸部是一直放出了光芒，引起了遍满虚空的这个灌顶诸尊为弟子灌顶之后，从弟子的毛细孔融入，获得了灌顶，做如此的观想。接下来为得包面灌顶而做供养曼达拉，接受跟随着念。强愿多谢三界老，全能解脱诸佛道，他念老都退回去了，能解多谢等道者。接下来灌顶五十包面，包面也形成了本尊。那为弟子们传授保身包面灌顶，保身佛的包面灌顶。接下来给予咒轮的加持，观想升起千手千眼观音与上师无二的胸部，有智慧萨埵，一面二倍的观音。那在他的胸部有一个三摩地萨埵释字，或者是Home 白色的 Home 字 ，Home 字上面的圆点里面有个 She 字，也可以这样观想。那在它的旁边有 Om Mani Padme Hum 的咒轮。那跟随着念的时候呢，与主尊无二的上师的胸部，也有同样的咒轮，产生了第二个咒轮，从口道流出。从千手千眼观音与上师无二的口道流出，那你们现在也升起了一面你们已经升起了千手千眼观音，那已经升起了千手千眼观音的口道，从此而流入，第一次安置，第二次无二，第三次成为坚固，因此跟随着你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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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这一声获得了咒轮咒语的加持，
获得了灌顶之后，现在是给予开许。所以开许的意思是说，要尽可能的去帮助做出利众的事业。所以允许你们去传授教法。所以传授教法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坐在法座上为人家开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搭配自己的经，搭配着自己的经验，尽可能的做出利众的事业，帮助到他人。最终开许的灌顶，给予八吉祥物，还有七珍宝等。这一上已经结束了千手千眼观音灌顶的阵型了，接下来是文殊赞，已经升起了文殊已经升起了千手观音的上师，现在瞬间转为文殊师利，转为了文殊阿拉巴扎，这是一般的文殊像了。那如果要以空正见为主的观修的话，升起童子文殊；那以世俗菩提心为主的话，升起白色文殊。那如果要来去承办长寿还有财务的话，根据不同的这种修法和目的而来去修到不同的文殊。现在是讲到阿拉巴扎，就是观想右手拿着利剑，左手有个莲花经，莲花经在左肩的旁边有个莲花，莲花上面有经典，就是迦牟阿拉巴扎，文殊阿拉巴扎。观想上师已经转为了文殊，瞬间转为。我们一起念三字，先等一下，观想文殊上师和文殊转为一体。在前面可以看到文殊师利的这个汤嘎，观想在对方也升起了文殊，上师也升起了文殊，在他们的前面为了获得加持来去念七支供养。瓦当觉醒下瓦当，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善悔出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忏悔随喜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先让我们传授这个文殊赞，先等一下，先不急，你们先站着，这个跟随着念很重要。首先我们念诸佛正法众生尊一次。